哎，我呀，出来没有拿钱，你能不能借我2块钱呀？这个能啊？能啊！啊，谢谢奶奶。2块钱啊，2块就够了。哎呀，好，谢谢奶奶啊！看你这么好心的帮助了我，我今天来帮你忙，把这菜给卖了。买菜苗送盆儿啊，买3块钱的菜苗送个3块钱的盆儿。买一半吧，帮忙老年人。买苗送个盆儿，苗都是你自己栽的呀，自己种出来的。孩子们呢，都打工去了。他们都打工，没搁家。啊，都没搁家呀？你想不想孩子们呀？想，他们有赚钱的，我出去赚钱，没时间回来呀。啊，那你和爷爷那俩也不容易啊。没有爷爷的。啊，爷爷不在了。啊。哎呀呀，真是，就剩你自己搁家了。啊。那你更不容易啊。啊，可怜呐。我给你钱，一会儿你去那个奶奶那儿去买点药，我还送你个盆儿，都归你。来，给你个盆儿。我给你弄了点这个药啊，你回去你种好不好？种了你还来街上卖。这个盆儿给你，你半买半送，卖的快。我们都走了，奶奶啊，好不好？好，给我点钱，我不要。不要了，你不要了啊！走，奶奶，那我得走了啊！好。爷爷，嗯，我看你刚才跟那站了半天呀，你想吃面包了？啊，那你为啥不买呀？不买。咋舍不得买啊？来，我给你买了一兜。哦，你腿不方便是吧？哦，那你慢一点啊，爷爷啊。好，再见啊。啊，再见，你走吧。爷爷，啊，你想买红薯了呀？我想买红薯的啊。老板，给这个给他称了。你拿1块钱买不住啊？啊，我给你买啊。你哎。谁把你抚养大？那你回去吧，爷爷。谢谢啊。啊，不客气，再见。谁为你把泪擦？